拿到全新的林某手机云台三，在开启创作之旅前，首先需要激活云台，使用已连接到网络的手机，并开启蓝牙功能，将手机安装至云台，并调节好平衡。长按功能按键约 1.5 秒，开启手机云台。运行手机上的 DJI Mimo App， 点击左上角相机图标，搜索并连接手机云台的蓝牙。DJI Mimo App 将弹出激活提示。根据 App 提示，填写您的 DJI 账号，点击激活，完成激活步骤。如您遇到任何疑问，欢迎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技术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。